三星回海，这几年来都一直成为咱过年时啊来行村佚佗选择的一个景点。啊，所以咱每一年拢会把这个新年的生肖来打造一只真水的吉祥物，然后配合咱的回海，成为大家非常期待一年一变的回海嘉年华。伫咱以后落雨嘛开始，一直到咱这个大粒气球，一直到今年的大只鸡公甲鸡母，在五公顷的油菜花的对照，甲这个呼应之下，咱三星的回海嘉年华，会成为咱今年过年非常有焦点的一个风景区吼。所以大家来到三星的时阵，有真侪所在通啊佚佗，你通啊以咱这个回海气球来做一个中心点，会当来安龙溪吼，会当去火车头，也会当去长滨湖，而且佫会当去到清水地热来撒卵吼。所以咱已经大家唔免惊讲会塞车，还是讲会惊无车位通啊停车。咱已经安排有这个体育馆吼，体育公园迄个所在停车场，三只国中，最有真开阔的所在，大家加加规划拢有车位通啊停。所以真期待咱三乡回海嘉年华，会当陪伴大家过了一个真快乐的新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